圈中好友吴尊、刘金云近日齐齐带同家人飞去澳洲玩，眼见当地天气好，佢哋选择去享受阳光与海滩，并且大晒健壮好身材，咩味十足嘅佢哋令到唔少网友激赞身材好，差唔多40岁嘅外形完全唔输俾年轻嘅男明星，同时佩服佢哋差唔多40岁仍然对自己相当自律，非常了不起。